我跟嘉玲敞开是要创啥？既然不是你，哪会都给我入去，证明我是不对呀？是你。其实，小甲雪莉感情出状况，雪莉即马伊的精神出问题啊。讲雪莉，敢有严重甲需要带来遮？俺的志成跟你大姊不为啊，因的家婆要替家玲掠狗，所以我甲雪莉的代志不我同人知。雪莉都精神崩溃，只要不管事，都会伤害家己啊。你想要挂狗链啊？好了，来了。姐，唔知对我什么危险无？伊心外底拢真怀疑，是不是叶少峰甲嘉玲藏起？其实这我们是无想过，只是人家真正遐尼歹啊！我甲嘉玲去抓到叶少峰偷食的时阵，叶台都话拜你讲怎样？而且即卖叶少峰着急想要接班，嘉玲若是家己偷食的代志压压出去，咱的状况会变了，对叶少峰真不利。再进一步想看卖，是谁甲大家讲嘉玲生性地离家出走？又果是谁到今麦阁无要无紧，就是叶少峰。叶少峰今麦伫咧无影雪莉的代志啊！今日我去找阮学姐，我竟然伫安养院拄着叶少峰，伊伫咧内底照顾雪莉呢。雪莉的精神哦无稳定。叶少峰这个人哦，个性遐尔自私自利，那有可能去照顾精神无正常的人？这我嘛感觉足奇怪的，啊！不过雪莉看起来就是精神无正常，伊那边弄物件，那边学狗叫，而且我伫遐的时阵，我刚才有听到嘉玲姐咧甲我叫。啊？你有听到嘉玲的声？哎呦，你拄则是安怎无卡在讲啊？我无确定啊，因为我弄门入去的时阵，就刚才看到叶少峰甲雪莉尔。希望唔是我搞错去啊！我来继续哦，留言给嘉玲姐。你看有回我讯息不？这是啊。张嘉玲，啊，丁管工有病历号码，刚是恁病院的资料。这不是阮病院的病历表，这物件哪会在我包包出现呢？但是我今日去安养院的时阵，有人敢在等在我的包包内面呢，一定是嘉玲姐，嘉玲姐在求救。那你我今日入去遐的时阵，嘉玲姐真有可能伫咧内底，只是我无发现尔。一定就是安尼，就是叶少峰甲雪莉甲嘉玲藏起来，咱紧去找伊。今麦探秘时间已经过啊，而且还给安养院门禁森严，我先联络阮学姐，明仔载是透早，你要做过看卖。